和我们得吃这么大一盘啊？对呀、啊，好吃，因为你还没吃就好吃了，闻到味道了已经。哪过来的？安徽亳州。哦呦，1000多公里不？1000多公里，是的，开了2天的车。哦呦，是什么让你这么拼命的跑过来？螺蛳粉的味道呀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祝你挑战成功。阿姨，你看到那么瘦能吃完吗？难，它皱皱板的太矮了，一吃都到底。1000多公里就特意过来吃这个螺蛳粉？对。这味道没失望吧？没有没有，很好吃。有吃啊，蛮快的吧？有信心破个记录吗？看一下吧。记录是5分钟啊。尝试一下，好吧。你们那边好像不能吃辣哈？可以的，我经常在云南。哦哟，吃这么大一口！云南过桥米线也好吃啊。嗯。应该找什么的工人啊？平常也吃那么多吗？没有过，第一次。感觉阿姨这个螺蛳粉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很快吃完了。现在2分45秒，你还有时间喝水啊？3分钟了哦。估计有点难，还那么多食材。没事，慢慢吃。有过桥米线那么好吃吗？这螺蛳粉？比过桥米线好吃。以前吃过阿姨家袋装螺蛳粉吗？吃过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那意思是说吃过阿姨的袋装螺蛳粉觉得好吃才过来的啊？啊，才过来的。哦。哎呦，你吃青菜蛮快的。那你也吃的蛮快的哦，4分钟就已经把粉吃完了，现在开始吃青菜了。破纪录是不可能了啊，现在4分半，但是也吃的蛮快的。美女，你觉得辣吗？可以，我能接受的。青菜也好吃吧？好吃。我怎么看你有点想哭想哭的？没关系，刚才呛到了。你还蛮有实力的，边吃粉还可以边喝水。安徽那边没螺蛳粉吃吗？要开2天车过来这边吃。主要没这个味道。顺便过来挑战一下是吧？嗯。几成饱了，美女？80%。还要加吗？加一两送一箱，多送一箱了。好了，美女加油，最后一口啦！加油加油！挑战成功，恭喜你，美女！哎呦，8分26秒，一个比一个快，谢谢，不客气，恭喜你，挑战成功，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